要用眼睛看，你要用眼睛看。圣罗伦斯是叫免费，最便宜的一间，我们要走去。你好，现在已经有听到声音了。我跟你讲，这是瀑布，瀑布的声音，瀑布的声音。我妹跟我说，家拉瀑布，这后面瀑布区有一点下雨。要淋雨，大家都在拍照，我好尴尬。我要走过去了。该要 ticket， thank you， go go。哇，是不是要淋雨衣了？淋雨衣的地方来了，淋雨衣 ，Thank you， 哇，穿起雨衣吧，可以让我看一下你的那个时尚雨衣正面吗？正面的，尼加拉 ，OK go， 这个有用吗？这等一下就会淋湿吧。上了雨衣。下船的人潮。Yes， 那我们。我们要去站在旁边。船上哎、欸，很可怕哎、欸，我很怕手机掉下去，吓死你！我等下就要开船。前进 ！Oh my god！
一下。你已经那样子了，你需要戴蛙镜哎，这需要戴蛙镜。Oh my god！ 真的比基尼，哇哇哇！这个什么台风的概念？哇，超级壮观的，超级可怕的。台风哎，天哪！上去了，它这个倒掉的房子设计超可爱。看烟火秀，十点有烟火。拨开刘海啊，甩发哎，好想把它拨刘海，你看看，甩发中。
像是枫叶的标志。这个是羊，这个是牛，对，这个是鸡，对，伊索比亚的。圣罗伦斯，我们要到圣罗伦斯了，这边最有名的市集吧。昨天感恩节，也刚好礼拜一也没开，现在开了。市集哦，看，哇，有很多店，超多东西可以吃。我来这边买了一个蛋挞，肚子饿，我吃宵。好想还他，试吃哦。对啊，要试吃。哇塞，这边是木瓜，这边是那个龙山寺前面可以买有买东西的地方吗？Yes, I have cash. 是吗？那你觉得好吃吗？还行，普普通通。因为它的价太高太高了，大家说来这边一定要吃。然后反正就这样。面包店好像才是有名的，为什么我们要去买那个要还他的蛋挞？哦，等要买那个。哇塞，秤米耶！没有这种地方哎，自己秤。2小时内转乘不用钱，3.3元，对吗？3.3元。4:30了 ，free time， 哦 ，free time。